即係成個優豪嘅旺角商場會所。Grand 優豪啊，有我新後面，新鴻基品牌元朗嘅龍頭屋苑，俾我感覺就有個樓齡新啦、大型屋苑啦，然後有商場、有鐵路，個好大型嘅會所啦，周圍嘅民生設施都好多。呢度最方便咧，就翻內地坐西鐵駁翻去機場嗰邊都方便嘅。唯一一樣嘢就翻去九龍或者港島嗰邊需要少少時間，但係呢樣嘢呢個付出 OK 嘅，因為你換嚟一個幾好嘅居住環境。今日就最要陪個客去睇啲兩房單位，而家相當抵賣，之前賣緊嗰啲。就900多萬兩房，而家係跌到去大概700+度，都將緊爬緊去800，尺價單價嚟講大概14000多去到16000多，仍然好抵賣。等陣我會同個客一齊睇睇。Grand 優豪519呎嘅兩房，成個户型又好方正，廚廁都有窗，望住個大商場。我哋入去睇下。入門貴，廚房我好中意，好大。你睇咁大，然後有窗，然後有一個工作平台啦。然後呢度就係一個浴室，有個窗嘅。然後轉過嚟，長形嘅廳。睡房啦，呢个半窗玻璃，哇！光线好旧，呢个露台望出去，即系成个优豪嘅旺角商场会所。整个单位就看完，现价来说业主就叫了800万，你觉得有没有卖贵到？是的，今天的时间就这么多，我是路易斯王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